获得第29名的学员是利路修。你知道他的故事吗？是吧？想走。他没办法回去。他的表情，表情。我没有表情。开心的表情，开心了要回家的表情。说的跟一轮游了一样。那利路修可开心死了，我第一个要打他的像肯定是利路修，因为我让他早点下班。苏南林啊，原先还原别耽误时间，这怎么用啊？主要是一团乱。I come from a... 听说利路修还想过自刀，真的假的？他要自杀吗？玩的套路这么深，他只是想走而已。下班了，利老师该起床了，你通告时间到了。我要请假，我要请假，我要。你叫的是什么东西？我很累，我很累，我要请假。叫的都是些。利路修，很遗憾，但还是要说恭喜你，第21名，请前往你的位置。I don't really wanna do the work today. I don't really wanna do the work today. I don't really wanna do the work today.